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。那么从天花板传出来的声音是哪来的？所谓的楼层噪音，建设营造公司根本就不会用好的建材来盖。我要向建设公司提告，索取精神赔偿。那栋华夏的建设公司偏偏是道涵建设。你不要把你私人的恩怨扯进来，你真正的目的是重审你爸的案子吗？敏若基专家舒特夫，依法相爱吧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